哎，他知道我跑回来。哦，透视哦。我觉得他快乖的呢，他知道我跑的东西呢。可是是有技能可以这样。哇，退光了耶。安迪他不追了是不是？好像妈喵喵喵喵，你修哪？就中间，然后我在这儿。去拿奶机，没了。你是不是想要摸路？人满了。很奇怪的。
他都已经知道你往哪边跑了。哦，鬼会这样子追的吗？就不知道去开挂。我是怀疑他偷吃了。你要切真的妹妹啊！好妖嘞，魔法！妈的！有时候那个魔法真的是很烦，很然后我就翻不过去啊！对呀、啊。好了吧，开了就。就开了哦！哎，不要跑得那么开心哎！他想要遇到，还敢拉这么远？这个有吗？没有，这不够远。好呀，要一起这样玩的。哎，浪费时间。那你也很没用啊！人家站在就要静止在那边，你才 save 到，啊，不然你都 save 不到。可怜。封窗，然后没有跨过窗，天灾，紫锁，哎、欸，不是紫锁，那个开关，还有心跳而已啊。嗯，那就加大心跳啊。那就检举了。我是检举的了。嗯，好哦，妮莎是真的没有要上线的意思，没有要起床的意思。那有问题。好快哦。哦，安迪，我很多手电筒，要不要给你？
哦。都不会用啊，很颠。安楼夜雨，你好啊，呵，感谢，感谢新追随，感谢蜂蜜苹果喵的追随哦，你的名字听起来特别好吃，哦，不是特别甜，抱歉，我刚回来，感谢你的追随啊，我是阿米老叔，你好啊，呵，我是会师，下面委托网站可以看哟，有比没有好，怎样是要把去年的用掉？对啊，中年的很好赚，好久不见，夜雨安安你好，老叔低不低？好强，乱讲，我一直死掉，你是不是没有认真看看人家？啊 ，OK， 没有，我又在看我们官员讲干话。安迪没有要开直播，为什么又是这一张？我不知道呢，我想想，就算开了也开没多久。Oh yes, yes. 最近玩太常玩了，而且一直开台，该休息，完了。阿萨波妹，阿萨波妹，呕吐物。哎，楼上楼下。我不知道呢，大厅吧？妈，没有，可能要来，来西侧。我不知道西侧在哪。哦，还有人分不出来。东南西北不会分啦。啊，就只有两边而已，这么难记哦。图书馆那边是多少？基因哦。啊。我还是不会记蓝底。那你要记呀、啊。不要这样来搞我的记忆力。你要记呀、啊。容量不够大。他小啊。他烧红水。他直接去喝红水。他路过而已啊，然后就刚好顺便喝。哦。他好像没追路了。开场就有红水。有啊，一定有一个啊。固定都有一个，然后他现在没追了，然后自己要注意。没有。我躲地下室了，没事。好呀，啊、哦，他又追到了。这边是那个文件，一堆文件的。哎。一个那个地。啊，是可以开一下。失控，修起来好难。才一个而已，我差点有多难？我差点把救生员叫成九令，怎么办？我要改名字。好，OK， 请你改。别的，请您改名。我不要。可以。是比较容易吗？现在是挂哪？天灾啊？没有，没有天灾。哦。他刚刚有一点靠近。可惜。Again, again！ 我是飞毛腿，他要追我。我啦，我到了。OK。他还在大厅那侧，不知道有没有追出来，看一眼。追出来了，追出来了。他好臭，他好臭，我带他跑马拉松。我带他绕绕绕。他不要了，他不要闹，他不要闹了，西瓜。哎呦，摸了，他摸了，那没办法啦，我没有要摸的，我直接路过了。只有人家是干净的。我尖叫屁！我刚刚听到你在修，我直接是路过的啊！怎么知道他就去摸了耶？他妈救了一个敌人，开心呀！他
只是想帮你。就已经一时恐就已经难修了，他还要增加人数。啊，内鬼。啊？啊？啊？怎么又找到他？我这干净的啦。完了。我知道，我尽量把这台修起来。哎，我才刚喝完水，又要救他，又。还是你要修，我去救。不要，没事，我到了。我暴击两。哎、欸，靠腰。哦，那个加跑速也不是什么好事。被嘟到墙上。还行，可是不会扑到墙上，等下看他应该看到不好的在哪。没有，这不是。没心跳吗？没心跳，是没心跳，没心跳，没心跳。一直喝。没办法啊，死口啊，你不喝不行啊。是你啊，不是你，那个路人。啊，他不喝不行啊，他挂了没？被抓。安迪，你先不要喝啊，你要先来救我、啊。哦。那他喝红水呢？我死不知道啦。他回你，他会收你，又走了。看啊、哦，喂，没声音。你要确定耶？我没声音啦，我用静音。摸我的话，你又要走了。没关系，你先喝啊，去找他玩。他明明在找我。哦，那我去采购。在办公室吗？欸，他有玩物欸。欸，靠腰板子下来了还能喷到。他有玩物啊，就腰。完蛋。完蛋欸。这边很难找欸，玩物。哇。完了，我要美了耶！是，来不及了，在下面。阿咪不喝水啊。有两台，我在想要怎么玩物啊！救命！你知道我让他来追我。啊？他去追阿米啊！在那个。咪。哎呦！哎，翻不下来是傻笑。又错了。你哪里有错？你哪里错？我居然没错哎！你好香，好的，好，安迪驴啊，我上钩。安迪女驴是不是？那你不要摸。啊？欸，他回大厅。你让我数。好。他回大厅哦。哦。啊，我继续吃我的奶昔。好。他出花园。就设定我小时候被我妈妈骗哦，我妈拿那个红毛丹罐头跟我说这是奶昔。奶精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荔枝。哦，荔枝。台语叫奶精。哦，可是我觉得比较起来，红毛丹比较好吃。真的，我比较喜欢吃奶精。台语比较不喜欢奶精的味道。你有喝过奶精熏烟就熏过的红茶？有，不爱。有一间鲜奶茶还蛮好喝的，你来我买给你喝啊！啊，你喝一口不喜欢，刚好我喜欢喝啊，我喝啊！哦，觉得可以，还是你只是想要自己买一杯？我臭臭哦，男人！没有，我在逗路人呐、啊，我假装要摸他的鸡，他很紧张，放手了。他刚刚就这样搞安迪啊！可是我只是吓他，我还没下手。Oh, 哎呀，救生艇！哎呀，好呀，吓到
我的，就是你那个裙摆，我还以为阿萨波美的裙摆。哎哎哎，这谁的？还有玩物哦，还有玩物。对啊，我要的龙啊。对，要去找。我也好想找。哦、我跑完全场才找到、欸，哎，我在角落。会不会那个又不是你的？哎，结果是。我的。因为你只会看到你自己的气场。他去你那里，刚刚拆图腾那里哦。我躲了 ，BP。阿里洗雷卡哦，阿里洗雷卡一定是哈克，安克利赫，安克都不跟我 ，BP。安克都不跟人家。哇！他去中庭哦，他去中庭。耶、yeah, ！我不是耳聋了，但他有修饰痕是怎么回事？我又还是耳聋。要再回去拆。我修花园。那前面那一根谁拆的？去拆。那你要再回到同一个点。再跑。啊！我被吐到了。好、哦。可是阿咪那一颗应该也会被起来的，所以目前应该只开了两颗，掉了，还有吗？嗯，没，目前没，这路两样快没了呢。他还没点阿咪。哈哈，我带他去的啦。哎、欸，我的还在耶，怎么会这样？一瞬间有声音又没了。阿弟，你去哪一排？大厅啊，可是他在附近。花园也有一台哦。你们可以使用啊。有没有人来花园修？好妖嘞，路人，你是要跑全场是不是？啊，不然他快死了。我都已经在躲开你的耶。他死了。还来？快修，赶快。不然又要抽电。他是啊，他没他又踩了修饰痕。哦，应该是你那颗。没事的，一颗而已，还好。可是我的那个玩物也还在、欸，那有差吗？啊，好像有点难呢、欸，修不开呢、欸。要走。来了。靠腰嘞！那你带走吗？我带走。来帮忙了！哎呀，没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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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要不要拉开吧，然后阿咪就回来了，又回来了。他追出来，又不追，又回去了。啊不。不然呢？先喝水嘛，先喝水。先去喝水。Misa 说不是三点吗？啊 ，Misa， 我说一两点呢、欸。啊！要两点三点。他打我。看还是要修外围也行吧。不然就修外围。嗯，你们修外围啊，我可以去中间继续闹他。我在修花园。在东侧。哎，你好吗，安迪？哇，不行，要喝水。我没得喝了，你那个我结束。应该还有一盆、啊，他刚不是喝的吗？他我过去就是。他来我这。OK 啊。嗯，那里是哪里呢？花园。OK。最好你不到啦，你那偶那么高。他只要我要带走他。哎呀！哎呀！
谢喽。我吐。他是不是还有？他还有洪水。因为安迪说还有一盆，我去喝那一盆，好像所有都喝过了，所以他有洪水了。没看到，他回来的样子。对，回来了。没事哦，那瑟琳，我来救他。下去哦，下去。他回来。啊！走！喂。哎呦，你怎么还在这？太渣了！啊，我在收集呀、啊。还有一台机呢，应该不是只有这两。厕所不知道有没有、啊。厕所的亮了。办公室楼上没机，外。不然就修外围的，让他两。你们修啊，他。他又回去大厅了，他吐鸡了。我可以在那个花园闹他。只是因为他也不深追啊。克拉德里安安啊，又修饰痕，玩修饰痕的好烦。克拉迪安安吃饱了吗？你喝哇喝哦。还没，要记得出换哦、喔，吃饭红地段。挂喽。再见了，赶快，快，快逃吧！啊，抬我，快逃啊！好像还可以救呢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那好像又可以。他往哪里了？他往那个花园，又喝了我刚刚喝的水。好妖，他走吗？不熟，他可能去看大门，不确定会不会回来。回来了，脸上熟。那我还想要去拉后门。你去拉后门？他从我办公室走过去了，你要小心点。回来吗？我听不见，还没看到他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你拉后门好了。那我。哇，那你可以。嗯。安迪这越来越小格，不知道撑到民国几年。刚起床，早安，你好。他在编我，弟弟，
你也要加油。好，我在努力呢。坚强。